看我来队伍，这些战局啊，这多少五郎，你知道吗？阿姨，我的很快，一点台有四个人，有两个人是一组的，他杀另外一个不是他们啊，另外一个是我，我在看这个家伙开战斗机超的我来，一定有问题，我底加个跳战局。啊！一个我造型中刚好你开战斗机嘛，啊！我看天空的时候，我看到他那个开的机关下面搞扫啊，啊！多少底下高架桥也卡，这就是什么辟邪之举啦？对啊，那管理员你能怎样？就用神辟邪狂杀直觉，反正那个骑马朝着你冲过，那个一定有问题啊！直走过来，没有绕什么，直接直进，那就有问题啊！对啊，先下手为强。